好，开始吧。先灌1000毫升，再灌一下，再灌一次。好，拿下来比较一下，看看两边的精度是不是一样的。走开嘛。是一样的，这就是3000毫升的量啊。这个瓶子是4500毫升的。再试一下这台机，开始吧。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，走4次。4次的量是不一样。好，可以了，是一样的哈，平齐的。